川军死自齐。王建堂，四川安县人，25岁时在镇上教小学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四川先后有350万川军将士出川抗战，王建堂也弃笔从戎，组立了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。在队伍即将出发的时候，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寄来一份包裹，里面是一面大白布制成的旗帜，旗帜正中写着一个苍劲有力的死字，死字右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，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，左边写着国难当头，日寇狰狞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本欲服役，耐过年龄，幸吾有子，自觉请缨，赐旗一面，时刻随身，伤时是血，死后裹身，勇往直前，勿忘本分，无川不成军。死字旗是川军军魂，更是民族之魂。抖音